张兰，你们叫天后对不起奶奶了。叫卖方式，还有他那边 DJ 秀之类的，你觉得他表现如何？他扮光头那个 ，Oh my my， 我可能不会这样做啦，因为我还想做人。那我想说找 S 姐，就是来上你的直播。我上次不想 S 得罪我了吗？对啊。小 S， I'm talking to you。你不是说你要得金钟奖吗？你没得到， OK， fine。哇哇哇，天后就是天后，讲话都没在怕的。有购物女王之称的丽晶今日出席活动记者会，分享这两年在大陆学到的直播带货心得。而对卖东西一向很有自信的她，在被问到要给同在直播卖货的张兰打分数时，她则这样回应。丽姐最近有看很多人的直播吗？就是也有很多人在卖货，像张兰啊，你觉得她叫卖的如何？有你厉害吗？哦，张兰她是我叫天后，她应该是祖奶奶了。她真的，她掌握的一手好的流量密码，她知道什么可以吸引很多人进来，所以她只要八点档上演的时候，她就几万人进来，她真的很厉害。但是我还没有办法到那个等级，真的。所以你给她几分啊？你觉得她的那个叫卖方式，还有她那边 DJ 秀之类的，你觉得她表现如何？你说她。他扮光头那个、啊、，Oh my my！ 如果以带货他是成功的，你知道吗？其他的我们不好评论，你知道吗？成功与否对与错，我可能不会这样做啦，因为我还想做人，对，我不想被追杀。你会想说找大 S 来上你的节目，然后卖一个什么东西吗？大 S 啊。你一定要害我吗？你以为我出道这么久还不知道这是一个洞吗？你要跳进去吗？你自己以为我现在看起来脑子有积水吗？买过床垫，你很烦的，我买过床垫，但是没有买过卤蛋。你们烦的，真的很烦。我本来以为我真心的觉得我的床垫已经很不错了。我在觉得哦，原来跟他们比，我根本住在地狱。那我想说找 S 姐，就是来上你的节目。S 啊，我上次不想 S 得罪我了吗？对啊。来跟他和解吗？我没有，我跟他没有任何不好哎。我跟他说不开心，是我找过他，他拒绝我了哦，所以我想说哈，我不开心的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应该不开心吧？对不对？你找他上节目。我想跟他开节目，我觉得我跟他开节目应该是会打破一般现在演艺圈的寒冬，就是毫无创意这样子，我感觉啦。但是我没有得到很正面的回答，我不知道是传达的问题或什么的。再说说看，小 S， I'm talking to you， OK？ 你不是说你要得金钟奖吗？你没得到， OK， fine， I'm back。OK， 希望我们回来，我们有良性的竞争，好不好？